今天又过来这里，大将婆费吃自助餐。刚才打电话说，现在已经是19块钱了，不是以前的17.5块了。他们还没来啊，我看分分钟找错了。这么多年都没有装修门面啊，都是老样子啊。今天过来看看有什么给好吃的没有，是不是和以前一样？看来还是没有什么装修了。今天天气有点凉啊，我的老人家在那边干嘛不过来，还是老样子。这里鱼池没有水，这么多小配件，这是送的吧？好漂亮。哎，我们一起。一起的八位，来给我拿好不好？是不是八位啊？你好。你有什么好喝啊？其实要钱，茶不要钱，不要钱那就不要钱的。大螃蟹啊，哦，不要，我带回，不是不要。3块啊，不要打多。哦，对对对。吃海鲜，吃海鲜不饱吗？吃海鲜不饱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蒜蓉干贝虾。烧麦，还有水饺、煎饺、炒面、芥蓝鸡、茄子、烧鸡啊，哪一片烧鸡？这个？不是那个。这个是，这个。呀，小小就可以了。都是大的。刚刚吃什么？这些龙利片。这不知道什么虾，没有写出来，看不出，看起来非常好吃。还有烤鸡、麻婆豆腐，太多好吃的了。这不知道哦，也是鱼，这个也是鱼，这些都是油炸料。嗯，你上我的平台去看就好了。你平台我不知道，等下你交上去。嗯，好啊。我觉得你很专业。哇，这是啥东西啊？豆腐啊，这个好吃啊。面包啊，面包。面包？耶。包嚟嘅面包。肉松，肉松面包，一块你就饱了。我最喜欢那个。哇，好精美的寿司，越来越多品种啊，很多品种。我要一点鱼，炸鱿鱼好吃。你要这个？这个。哇，刚刚炸好了。奶油虾。对，我要这个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品种有没有多我不知道啊，但是看起来特别好吃。今天又长胖了。然后牛奶炸哈。就是妈什么。快点尝！我们今天有8个人。这个好吃。这个是和这个是
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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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有朋友要坐飞机来接送，他说为什么不明天来？为什么不？我说先你等我。你包好整咯。好嘞。咁嘢。好成熟啊，佢做得。肉松。那个肉松面包很好吃。对的。嗯。这边还有点乌冬粉。哇，还有。猪蹄啊，可以啊，虾梨鱼蛋，小龙虾，这道海鲜大会啊，啥海鲜都有啊，你看有虾，有螺子啊，还有那个什么呀，龙虾、小龙虾，还有鱿鱼。在那边做烤肉，吃了一帮人走了，又一帮人过来。这黑黑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名字啊，不知道的。猪耳朵，这个是哦，这个是烤鸭，卤鸭吧。还有点白木耳糖水，这都是甜品的，叫什么呀？这个师傅，这个是什么？炸鳗鱼？炸鱼皮是吗？我来这里很多次的，排了很多次，都是几万人在观赏的。这次来还是没有让我失望，虽然涨了2块钱，但是还是可以的，因为。万物飞涨嘛，2块钱现在也不算什么呀。我没有跟他们打广告啊，有啥算啥。这道虾非常好吃，这些我都还没吃。哦，这是榴莲酥啊，那是我的最爱啊，榴莲酥。看到的爽啊，这些杂料，这些杂的食物看到的爽。我想不想可以啊？今日食多啲啊嘛！食多啲啊！吃多啲啊！好，我也来抓，加2个榴莲酥，看起来就很开胃啊！2个就好了，别贪心。还有一个鸡翅膀，哎，这都是炸的，没关系。哦，这是虾烧麦 ，It's very small。我要吃点鱼，木耳鱼片。这一道也挺好吃的，干贝耶，不错的。过来这里拿点炸鱼皮，拿一片就好了，尝试一下。师傅在弄寿司，这鱼看起来很新鲜啊。你们哪里过来？纽约，哎，法拉盛。我们给你拍了很多次了，每次流量都几万呢。很多人看了，那我的吃的消费也回来了，先吃吧。我表示好，这个我不想说，你干嘛用的干这么好？就是用这个，我一回来就寄了22瓶。我吃完后我帮你喷。你是北京？现在尝试一下榴莲酥，就饱满了。嗯，它紧致，它本来它这个也是。掉得很厉害，而且很有效。还有一个香港的，他也跟我讲，那
我们大师的区里面，我们又没有东北菜哈，就是自己先买的先用，就这样。好运作啊，这个好吃吗？有没有猫山芒啊？没有猫山芒，只是榴莲的味，一点点味道。这个是蜜金炸鱼皮，去皱金华坨一点点，然后最后隔炒酥啊，炸鱼皮，嗯，它是不会很白的，是白的够哦，这样，这个就是两个，这里面是796块，这么一下啊，一分都不可以赚这个钱，你自己要买了就做业绩，拿公司奖金给你。这是虾烧麦，嗯，所以说你要去。看我太太还要拿些什么吃的？看这个虾好吃，好吃。看你这个好吃，清口啊。这个是清口，很好吃。好小啊。就这样了、要吗？我拿了哪一点？这个很硬，这个硬。看到披萨就不放过了。你最喜欢披萨了？对呀、啊，我不喜欢的。嗯，这个有了，有一片呢、啊。哪里有？你说那个鱿鱼啊？嗯。这个是鱿鱼吗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洋葱圈。这个是洋葱圈，不喜欢，对皮肤不好是吗？这个你刚才有吃吗？这个是虾饺，好吃吗？小的，不太好吃，不太好吃。这个试一下，这个榴莲酥，榴莲酥，很好。哇，有人来啊！不然等一下吃吧，全部吃完了才来吃的。这个好吃，那里。再来一点，你老公也很好啊，他也很好，你好，都是好人。好了啊，嗯，这里还有汤，这是龙虾汤，蛤蜊汤啊，这是蛤蜊汤，白色的，嘿嘿，酸辣汤。蛋花汤，还有云吞汤，我想喝狗啊，那两碗，那你这么精彩啊，就两样，嗯，都一样啊，哪边都一样，嗯，都一样。哇，这个鸡爪，麻辣鸡爪，这个啥东西？美鸡。我太太要这种碗，好看一点。嗯、哎，这个漂亮点吗？肯定的，你不要装那么多，喝不完了。嗯，拿什么？你知道我最爱的冰淇淋。嗯、这个，哎，这个啥东西啊？蒙多等了没有？没有了。这么快就吃冰淇淋？嗯。哎。哎呦，你的手啊！好了，再装满一点点就好了。哎，我买这个西米露，西米露啊，一点点西米露。你就喜欢吃冰淇淋。快收餐了。隔壁也有很多人，隔壁。
有你又吃什么？吃沙拉。沙拉。沙拉。你看，芒果。好啊。好吃啊。哦。好甜啊、哦！好甜啊、哦！吃了一帮人走了，又一帮人过来，有没有吃饱啊？好饱啊！好饱、啊。吃饱走了，走了走了，去朋友家玩一下，看看他的豪宅有多漂亮。来到我朋友的家，刚盖的这家。这套房子一年前买的，160多，现在可能值200多万吧。中菜不错啊。什么牌子的、啊？这个是马奥宁。马奥宁。嗯。八分价。美容产品。但不，这个不是美容，这个是液态微整形的、把你的体内、你的皮肤、营养水、营养液。对，是那个胶原蛋白的、那个。胶原蛋白的营养液啊。是。嗯，每一瓶多少钱啊？它这个一瓶就我们去拿货就是108，卖出去也是108。它有拿货108，卖100是吧？108。OK。108卖100是没赚钱。哦、OK， 搞错了，搞错了。赚那个月，那这个88。嗯，好了。你可以吗？哦。我呢度有个大公园啊！再讲，走了，回家了。你家送货了，今天又有的吃，又有的玩，真开心。你同佢订咗系咪？订咗，我俾你。